各位朋友，今年咧我又出本新书，叫做《此生岁月堪回首》啊。咁啊，到底堪唔堪回首咧，就大家睇过就知啦。咁呢本书咧就会喺书展有个发布会嘅，系7月20日嘅下昼。详细情形睇春辉达嘅 Facebook， 咁你就会知道啊点样报名噶啦。